就那个拿游戏，就那个张老师的弟弟，他去那个消防队那块儿，他看儿子很近视，老师说哪儿的弟弟，不是你就是给我看这个儿子，你看他有那眼镜子上，你看我这儿到这儿他那车油门儿，他们说，他看他哎，他说你得早点套出来，俺们不敢弄的。对，他们没要。他说你得这回药软化了以后一套就给套出来，那你这个影响听力啊。不可我说我不亏了，我说就是成天也跟你说话，我听不见。你寻思那么大一块？对。这个应该是人家说多积累的。对，这最少得5、6年以上吧。哦。你看时间短了，形成不这样。那天说儿子儿子有嘛那些好什么的，耳朵聋不的，牙变下耳听。我跟你讲，你看又一块。哦，再吃一块，这又一块。哦，这还是。都满了。要不咱就弄嘞。背满了。不对，这不得得背去，也听见了呢。底下你看着，看着叫。哎，装修了。对，我装修了。先套上了吧。外边好像还有一个人，你吃哈。还有仨人呀。还有一个，外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大姨这个马上都整好了。等10多分钟的。行。你要没处坐，你就在车上坐会儿。行。我要不就干什么钱儿的来吧。行，你提前给我打微信哈。行。等10多分钟儿好吧。实在是一会儿再来。别说人，就是不在这儿，有啥事？全都耳朵，听不全耳朵多少有毛病，有的做的保养。耳朵不做保养。医院就麻烦，他得挂号闹线的。在医院了掏，他不给咱俩掏着舒服，这没有疼痛感，那个弄东西给你吸还疼还害怕，咱这个他不疼是吧？哎，我说。越忙越捣乱，习惯了还破了。哦。这应该你哥都看出来了，这耳朵都该有毛没毛是吧？对。哦。以后说咱也知道你耳朵有东西。你偷偷的。啊，我这毛病。我都不容嘛。淘淘就是没东西，淘淘也轻松呀。包一会儿多少钱呢？连套带洗是60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这是个结石。咱们这结石是150，你这个就跟外边有价那表还在这儿，我刚接下来。你这个干一下也是麻烦，你就给我整就行。那不行。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我也不跟人家似的。咱主要是忙，主要是好能日行。有的你看这结石啊，有的能坐好几十分钟。哦。麻烦。他这个弄不动。哎呀，太麻烦！有的一个人照着一个耳朵就40多分钟，你有的他不是一个耳朵，他是俩耳朵。对。赶上有的那来了，哎呦，你没法给他掏，你知道吧？他来了。你我给你掏不疼是吧，大姨？不疼。有的来了，虚虚乎乎。他给你打歪歪。这边小的点儿行，有了往一碰上碰。不疼。看不见俩手攥着的，歪着的。看你攥着拳头了。这里边上的有点药，你不用管它。这个。